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现在看起来还不错。然后所以跟公司讨论了之后，有想要加送一点点东西给这些预购的中心的爵士们。那这个东西就是上次我们在台北场的那个发片记者会，预购记者会，那个到底是什么记者会，我也不知道。很多爵士们手上都有贴 OK 棒，对对，就像这样子，然后画一个那个笑脸。然后其实我觉得看到那个 OK 棒蛮有感觉的。然后为了要表达这个对你们的谢意，你们到8月1号的时候，只要拿着那个预购单呢，就可以去换爵士轻伤心 OK 棒歌词本。对，歌词本是歌词本，要拿歌词本，不是预购单。OK， 对，听他们的，不要听我们。反正详细资料呢，我经纪人都会写在我的那个脸书上面，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爵士人生看一看。然后今天其实唱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点紧张，因为那个我听自己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没问题。接下来带这首歌比较熟悉的，暂时的男朋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